今天飞机 delay 了两个小时，有点像日租套房，门打开有一整排的鞋柜，然后楼梯上来，左边，哇，吹风机，还有一个抽水机还是洗衣机。小小的，还好浴室在旁边。哇哦，好小浴室哦，大概这么小，超小的，沐浴乳、洗发精都有，可以坐在这里洗澡。浴缸超小。浴缸这样到这里超小，这应该只能弯着屈膝。右边是浴室出来的，右边是厕所。 OK， 这里有个洗手台，有一个小厨房，碗盘、刀子、筷子、热水壶、微波炉，然后还有个两门的冰箱。再来旁边就是沙发区，好温馨哦。有一个小电视，这边有个衣柜，哇，还有吸尘器耶。然后这边就是床，第一棵樱花树，哇，好浪漫哦。现在晚上10点钟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二遍了。第一站一样是松屋，饭超好吃的。
饭就好了。早安，今天有太阳。第一天住的饭店，Next, this door open. 这几天的小车车，哈哈，真的很小。耶、yeah, ，租到车喽！嗯，今天天气很好，出大太阳。这个人又打到雨刷，好紧张啊！香香甜甜。买了一个可颂卷。火腿、菠菜，里面还有蛋、香蒜，蒜很好吃的。本趟最最期待的夫妇岩，在海边，距离市区40多分。今天背在恰图恰买的小包包，超可爱。
这台湾真好吃。荒芜的地方有一个厕所，完全是救世主，而且超干净的，还有两间，一间是坐的，一间是蹲的，然后还有卫生纸厕。龙猫之森，我要去寻找龙猫了。哇！那火が切ってないけどあれなんですね。凉的地方，分组那考不了。晚餐的地方。
量就吸下，不要太快走，因为它的那个整个天空它的渲染会很漂亮。耶，找到了，这个是集齐品，所以还便宜20块，赞。来看看这个，呜呼！哦，原来它这么迷你耶，我以为它很大。赞！还有最近超红的，耶！买到了。然后这是我很喜欢的铜锣烧，因为是集齐品，所以它降价20元。这真的超厚实，超真材实料的。那皮很 Q。这我可以自己吃掉一个。